这车表现可乱，跟你说，啊，有啥说啥啊，这车就得使劲让人家看，使劲换。啊啊啊，你当时咋想起了买个白色的 A8 呀？我因为找这车 A8 找了好几个月，全国找，最后这个在洛阳那边有一台白的，我到那个地方直接给他拿下来了。哪一年买了？2021年？21年买的。21年多少年？40？46。46，他要46，我直接给他拿下来了。啊，这个门有点不齐，几块不齐？大概当时有个两三块吧。我看这个白 A8 我都有点头疼。咦，我跟你说，开 A8 就开白色的，黑色的都剩黑色的了。前两天有个人打电话让找白 A6 拉结婚了，这还得要新款了，我难住我了，我都没见过。我说我以前有 A6 也是白的，我只要白的。你是个狠人啊！这买这车真是需要勇气啊，哥。我感觉挺漂亮的。其实我最想买个啥，我想买个白色的奔驰 E 立标，那车也可漂亮。原来邻居开了一台，没开奔驰，我一直都是开奥迪。我感觉白色的立标奔驰 E 可好看，但是身为俺二手车商，那车给黑了，肯定得错了价钱多。有人喜欢，啊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，是不是？那你看人家买这台白 A8 的时候，我到那个地方也没有跟人还价都买了。关键是我就怕我收不了，遇见不到你这种客户了。我太难了。12万公里，3.0豪华，跟你买二手了，说实话买白了，也可以接受。你要是第一任车主去提个白 A8 是啥感觉？还是有人喜欢。到时候我再换的话，还是换 A8， 还是换白色的，还是换买个再新一点的。新款了，估计你还得全国找。按，啊，你当时的行情，你买这个白了件，你说实话，你都能买个黑的了。46，不是，那我就专门挑白的去了。哎呀，还得是你。就是找这个白色的这个 A8， 刚找都找两三月的。我这车有，我跟你说个一口价，啊，我感觉大钱就是在23左右。23，23有的少吧。我要这个黑了，我感觉我能给个25，25多点都没问题。这个白了，说实话，你说有人喜欢，有人找，但是我真是没有勇气收呀，这车太少见了，这车。反正能给了，基本上都是23附近，老高了说话真弄不成，最起码得25、26吧。25、26啊，25、26配个20万，20万开了2年，1年10万块钱。对，这车我了解过，我看网上标都是标这个20大30。这车表现可乱，跟你说，我这车车况用得好，用得爱惜，25、26不多。这车说有啥说啥，哥，啊，23买回来，我标还得标26.7，有啥说啥啊？这车就得使劲让人家看，使劲换，但是收的话，价钱有啥说都得低。你咋这么完蛋呢？要不这样吧，你搁这接受吧，中不中？接受看看，有人卖的话，到时候我跟人家聊聊。不太想接受，接受的周期不确定，知道不？前两天也让人家接受了两天，也没人问。既然想出来，直接出了就行了，不想着接受了。哥，你也知道周期。说实话，这车买回来的话，我也不确定周期。你要这个黑了，有可能10天半个月能卖了。这白了确实没法。您的客户群体多一些，好卖，应该好卖。内饰还可以，内饰挺新的，这车经常打理这车。我外边镀金打蜡都没断过，就这个颜色，说实话真是不敢整啊。要不这样吧，不中，合计合计吧，咱下去喷一会儿看看，走，中不中？走，我下去商量商量。啊，估计25不敢收这车，这白了太少了，中不中？有这点自信能行？你这分子量那些，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，嘴坏的。